潮，2018年掀起爆料革命新高潮，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战神郭文贵已经擂响了再战2008年的战鼓，愿全球所有爆料革命的战友们一起投入到这次伟大的运动中吧。爆料革命是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政治事件，郭文贵先生爆出的真相必将引发中国的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使得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有政治文明国家。我们感谢郭先生，我们支持郭先生，向郭先生拜年，向全球挺郭的战友们拜年，全世界挺郭爆料革命的战友啊拜年，祝大家新春快乐啊，这个家庭平安。好，谢谢。以及全球的挺郭战友们拜年了，我们坚持下去，相信一切都会胜利的。向郭先生拜年，向全球的挺郭会员战友们拜年。郭战友们拜年了，支持郭文贵爆料革命，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谢谢。观众朋友们好，这个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一个活动，这个主要是呢发放这个给发放的光棍爆料100问答，还有一个英文版的英文版的，今天都是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挺郭会的战友在这里呢举行这一个活动啊。在此呢，因为春节将近，我想给这个全球的挺郭会的朋友们，给郭先生啊，还有呢给遭受这个专制迫害的中国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同胞们，这个致以这个春节的慰问，祝大家春节快乐，这个心想事成啊，来年呢我们实现这个民主，实现喜马拉雅。好，谢谢大家。战友战友亲如兄弟，爆料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我坚信我们一定会赢，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祝大家一切顺利，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阖家幸福，心想事成。现在还有全球挺郭后援会的同志们拜年了，一切只是刚刚开始，相信这次我们能赢。现在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的变革的端口，我们要做历史的浪潮啊！我们现在向全球为挺郭后事业做出默默奉献的战友们拜年，谢谢大家。向全球挺郭后援会，还有向全世界的挺郭爆料革命的战友们拜年啊！2018年该我们赢一回了啊！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Everything just the beginning.